高三的时候把自己奉献给主，啊，把自己奉献给主。本来不，从来不愿意，最怕做传道人，但是这个时候，即使做传道人也愿意，啊，但是主没有给我说什么，我自己奉献了。但是这个高中毕业的时候，快毕业的时候，主用一个特殊的，护照，啊。让我很明确他的护照，护照我什么呢？不是说做船了做什么，啊，而是说要背起十字架，披下衣裙，背起十字架来跟主。主这个护照，我今天回过头来还是感到特别清奇，啊，因为这一生，主就是带我走的这一条路，啊，披下衣裙，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那时候，我几天将要传道了，主用手拦住我，不让我传道，啊，叫到引导我去教了小学。后来教了一年小学，2个半年啊，一年小学以后呢，就这个主又带我有机会上神学院，啊，那时候是上海的这个江湾。中华神学院啊，上了神学院，我也得到很多帮助啊。那么以后上神学院的以后呢，神学院有一个规矩，没有到毕业要先实习传道。如果没有传过道的话，那我没有传过道，那所以必须实习传道，在毕业之前啊，就派我到了这个上海守中堂实习传道，正在实习传道那时候呢，就是已经是1949年的春天啊，2月份啊，上海是5月份解放的啊，就在这个就在解放的。因为上海解放的时候，两军交接的时候，就教会停止2个礼拜的聚会，因为停止的缘故，所以我可以专心在主面前祷告，啊，寻求这个时代变化得很快，我应该怎么做？啊，我求主一点，就是照着圣经的话，提摩太说的话，啊，勿扰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我就对主说啊，求主啊，能够知道这个今后啊，这个政权也换了啊，也是神这样换了啊，那我也知道啊，无论是教会，无论是这个传道人啊。都会受到很大的难处啊，所以我求主一点，保守我永远在这个传道人的岗位上，到死也不离开，求主这样一点。哪知道主反过来就拦住我，你谁叫你传道的？啊，用了这个罗马书的10章的一句话，没有奉差遣。怎么能闯荡呢？啊，主一步步给我明确啊，主不要我闯荡，主反过来要我找一个职业，啊，后来就做了这个中学教师，也就是这个教会的教授开的教会学校啊。就做了中学教师，先起先是一直是教物理，那么在这个在这样一组的带领者，虽然不叫我传道，拦住我传道，但是主要我有一个任务交给我，就是在这个怎么样
在这样一个时代，啊，政局这样改变的啊，共产党领导的这样一个时代，怎么样做好一个基督徒？57年的冬天啊，57年的冬天啊，下放到农村，在农村里面，只有又有交托我的任务，就是在农村的情况都改变了。啊，怎么样在农村里边啊？当人家问我有关这个福音的事情，有关神的事情，我趁机会把这个主的福音讲给他听，啊，就讲讲。当然，这是政府所不喜欢的，因为不喜欢我传道是没有自由的，啊。这个信仰，你心里面的信仰可以有自由，传道是没有自由的。但是主已经交托我这个，这个当人问我的时候，我就把福音传给他啊。那么，所以在这方面，矛盾就开始发展，啊，开始发展。后来到这个。过了7年啊，后来从农村又转到这个工厂，又转回学校啊，那么主总是把这个事情托付我啊。当别人问我的时候啊，我应该把主的福音传给他啊，告诉他，不管是谁啊，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矛盾就越来越大，啊，到有一天，不但是如此，而且主也引导我，我回到学校去，不让我也教书了啊，不让我教物理了，怕我，是把福音传给学生啊，是我也正好正在这样一个实验室，叫我做实验员。那我就很好的做一方面完成自己的工作，一方面我就跟组内的一些弟兄姊妹通过通信，有彼此有来往有交通，在他们看来那是那是进行反革命活动，与跟党争夺青年，因为我很多年轻弟兄姊妹。啊，我劝勉他们啊，有些事情劝勉他们啊，这样事情就慢慢的就矛盾就越来越明显啊，到最后啊，政府就是公安局就把我带去啊，传讯我啊，这个意思是要我做些什么。啊，怎么样传福音啊？怎么样跟弟兄姊妹交往？要交代这些问题。但是在政府公安局就提醒我以前，所以早已给我明白他的旨意，就是当人问我对这方面做了些什么工作，或者办那有哪些地方是不符合这个政府对我的要求的啊，要交代的时候，那么，想到主耶稣，啊，主耶稣自己做了榜样，当他在大祭司面前，大祭司审问他的时候，叫他你传过谁是什么道，啊，有哪些门徒等等，啊，主耶稣一句话也不回答，啊，这个，我也。学主的样子，主也教导我学主的样子，一句话也不交代，不回答，那这个事情就事情就弄大了，弄坏了啊！因为你政府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一句话也不交代，那就是抗拒，所以从这个时候就逐步升级。起先不过是传信，我只要交代就行了。但是以后，接着以后就不交代，好，
那就升级了，啊，关起来，关在监狱，这我还是不交代，我一直到现在没有交代过，没交代过一句话，我是这么，所以这个以后就正式逮捕，正式逮捕，而且呢，这个在监狱里边，在看守所里边。有2、3年啊，从这个64年进了监，一直到67年的春天，最后就判了无期徒刑，因为我不肯交代，不但不交代，而且在监狱里边还，他。在政府看是犯了新的罪行，政府他必须要照着他的政策做，他没有违背他的政策。从我这个做基督徒徒起，我从我教书，解放以后就49年，上海解放，从教书起，政府一直是照他的，政策做的是吧，并没有违背政策。我这方面也没有一点怨言，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因为我主正是引导我走这条路啊，同时，同时这个，想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头一句话就是说，神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他们把这个传福音当做犯罪，他们把这个与主内的弟兄姊妹通信来往，叫做进行反革命活动，那么主耶稣也是戴过这样的政治帽子。主耶稣传道，他们就告他一个罪名，不背叛该杀，那不得了，那是造反呀！背叛告诉是个政治罪名呀，犹太人的王，那以油火果名啊，从加利利传道到这里了，影响很大。那主都能戴上这些政治帽子，为什么我就不能戴反革命的帽子呢？判了无期徒刑以后，我的妻子，也跟我离了婚，因为那时候是64年，就是文化大革命之前2年，时局也很紧张了，我进监是64年，但是。判的时候是67年，这个我妻子就跟我脱离关系他是红卫兵也把他折磨得很厉害但是我感谢神这个离婚我也主也引导我同意不让这件事来干扰我，能更好的、更自由的、更轻松的背起主的十字架，跟主是吧？起先是放下了这个教师的职分了，后来这是在下放的时候，以后又这个进一步这个放下了这个公民的身份，变成一个囚犯。但是主很清楚的要我，站在犯人的地位上面，继续做好一个基督徒，怎么样来跟从主，怎么样背十字架，怎么样讨主的喜悦，所以做了这个犯人以后，做了无期犯人以后，一直主引导我，主也没有离开过我，
啊，随时随地在属灵的许多许许多多的征战中间，具体的用他圣经的话来指示我啊，应该怎么样做，应该怎么样做啊，这个最后这个判了以后就从火车上啊，这是那时候是宁夏的监狱，劳改方面把第三批劳改犯人，就是比较重刑的犯人啊，无期啊，这个20年啊，15年啊，就比较重刑的犯人调到宁夏来，我那时候也调到宁夏，在中间又有很多的这个征战要进行啊。没有交代过一句啊，同时不但不交代，而且在监狱里边学习毛主学习啊，时事也好，毛主席的语录也好，不发言啊，唱革命歌曲我不唱，一句也不唱啊，这个喊毛主席万岁我也不喊，举拳头我也不举。啊，写保证书啊，不写，啊，这个每一年、每半年、每一年要写这个改造的总计，我一个字也不写，啊，一个字也不写。凡是牵制到改造的事情，我不沾，不说话。不回答，不唱，啊，也不表示是态度，我吃饭，每次吃饭之前要谢恩，要祷告，要谢恩。那么，这个看守所所长跟指导员不许我这样做，啊，他们知道了以后，起先不知道，后来知道了以后，不许我这样做，啊，但是我认为。我自己很感到，这是基督徒应该做的事情，啊，神养活我们，我们应该谢谢神，啊，这是我们基督徒应该做的事，主也是这样做的，他们这个所以我就不答应这个啊，继续，反正每一次吃饭总要谢恩，是吧？他们起先监狱里面有我们有不止一个，好多犯人住在一个小房间里面，是吧？住在一个小房间里面，那么起先，让这个别的犯人来跟我捣乱，我一祷告，他就把犯人拿走了，总之跟我捣乱啊，捣乱啊，这盗梦了能吃还是吃上？到后来呢，有几次呢，就根本就不让我吃了，就交掉了。管理员也把饭给拿掉了，就是窝头，一碗菜汤那拿掉了。后来没几天，这个看守所的这个指导员，他就进了我们那个监房，啊，他当所有的犯人啊，这全屋子的犯人，他就宣布，宣布。你如果要吃饭，那就不许你谢恩啊！我们说谢恩祷告是吧？他们叫做念佛，你就不许念佛啊！就是意思说不许谢恩，不许祷告。你要是要祷告谢恩，那就不许吃他这样一宣布。那我他是，政府的工作人员，是吧？他是政府的工作人员，他说的话那就是政府说的话。所以我一看到我马上，经过祷告以后，马上就把这个碗，政府给我们犯人发的碗筷，都交出去，叫我用不到了，因为这个，圣经上说啊，凡物都是洁净的，
所以你们用祷告，用感谢，啊，经过感谢呢，这个吃的东西呢，就成为圣洁的了，因为我们经过我们的感谢，吃的东西成为圣洁的，那么不许我感谢呢？不许我感谢那个不许感谢的话，那是污秽的，那是不干净、不圣洁的。我为什么要吃这个不圣洁的饭？所以神就引导我，把碗筷交掉。我已经明确政府的意思了，啊，不许我祷告吃饭啊，吃饭就不能祷告，要祷告就不许吃饭，啊，这是第一句话，明确了。政府是这样的意思，跟管理员是说话算数，啊，预审员说话不算数，啊，第二句，我因此我自己不动手，饭开来了我不去打饭，啊，我自己不动手，因为政府不许我祷告的饭不许吃。那我为什么要自己一定要去抢来吃呢？我不动手，啊，不动手，啊，第三句话是主引导我这么说的：如果因着我，啊，政府还是祷告不许吃饭，吃饭不许祷告，还是这个意思，不过用别的办法叫别的犯人或者叫。政府工作人员啊，自己把饭塞到我嘴里，送到我嘴里，那么我表示我的态度啊，我不会拒绝，塞到我嘴里，我也吃，我也大声的感谢神，啊，这个感谢神就不像我平时默默祷告感谢神了。啊，那就因为他们参加我的这个吃饭动作，是吧？塞到我的嘴里来，那我就应该祷告给他们也听见。啊，我大声的，简单一句话，感谢神用这样的办法来养活我。虽然劳动好，纪律好，这个，这个那时候是这个监狱里面办学校，我是教授，正好，也做了一些事情啊，这政府很对我很满意，可是呢，就是不肯见哦，考试。法律考试、政治学习考试，都是一个零分啊，是一个一张白卷啊，这到最后啊，这个政府的政策越放越宽了啊，就是说，即使像我这样的情况，也给啊，没有悔改。也给改吧，啊，改成有啊，这个81年啊，法院啊就根据党内的政策啊指示，就改把我无期改成有期6年啊，有期6年，这个在改减刑的这个。裁定书上很明确的写为什么改啊？因为你悔改了啊？怎么知道是悔改了？你有实际表现，你的劳动非常好啊，你教书教得很出力啊，平时那都表明我悔改。那实际上这些说。法律上所说的悔改，是指着悔改罪行呀。啊，我一句罪行也没有悔改，啊，没有一件事是从悔改出发，啊，做出来，无论是大事也好，小事也好，没有一句是从悔改出发做的，啊，我这个至于所说的罪行，
那即使说神怎么样用着我传福音，或者用着我跟弟兄姊妹通信来往啊，这些是我基督徒应该做的事情，是神要我做的事情。那我怎么能把它当做罪行来悔改呢？我不能。我如果把这些当做罪行来悔改，那就我侮辱我的神。啊，所以，当法院把这个减刑的这张裁定书送到我手里，要给我减刑成有期六年，满了六年至八一年，给我的，那满六年八七年就要释放，就要释放出来，啊，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一看不对，啊。我没有悔改，一点也没有悔改，而且主交托我的任务就是到监狱里面不交代不认罪不悔改的一个任务，这是主给我的任务。那我怎么能够自称悔改，或者他们算我悔改就冒充就出去了呢？这个是。是侮辱神的，也是我所不能接受的，所以我就写了报告给法院，你弄错了，你再调查看我从入监以来，从来是一个反改造分子，没有悔改过，那你现在把我当做悔改啊？我不应该我不接受但是主在另外一方面，主又给我明确我虽然在这一方这个法院的说我悔改，我不能接受但是监狱长跟我谈了话，他说我们不管这个事，我们是执法机关是监狱是执法机关。那么法院怎么判，他就得怎么执行。到了该放的那一天，也就是说87年5月30号，到了该放的那一天，那就这个，我一天也不能多压你，就得给你放出去。那么在这个时候，神又引导我引导我，我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应该听从监狱的，因为他是执法机关，但是他的任务必须要把犯人放出去，我不能违抗。但是，法院弄虚作假，说我悔改了，所以给我减刑，给我放，那我不能接受。所以主在没有放出来之前，就是87年5月30号之前，主已经给我明确了，到时候监狱方还得好好出去还是到监狱大门之外去但是呢，有一样主要我做好的两一件事情，一就是不离开监狱。不离开监狱单位，也不上别处去工作，我在银川，监狱在银川，我不离开银川一步，这是第一个神要我做的事情。第二件事情就是定期进食。定期进食，神具体也引导了我是怎么做法呢？每个礼拜。星期一、星期四，因为好记的缘故因为我容易记，不容易算错日子每星期一、星期四是吃饭的日子，这一天里面尽量吃饱、吃足饭量也很大吃的也不少但是其他5天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其他5天不吃饭，用这个
进食，定期进食，就是一般的不幸的人所说的绝食，是吧？其实我不是绝食啊，不过是定期进食而已啊。那么这个来表示什么呢？为什么这样做呢？这个是表示不是进食祷告啊，不是在神面前进食祷告的意思，不是。啊，那是不信的人也能听得懂的话语，啊，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抗议，抗议，抗议！法院对我是弄虚作假，把我的不悔改当成确实悔改，把我放出来，这个我提出抗议。假如这样，竟是一直这样做下去，表明我一直是。不悔改。假如一直这样定期进食，一直到死为止，那就是表明我死也没有悔改，就不用很多的话来抗议，不用写很多的字来抗议，就用我这个定期进食的行动表示抗议，啊，表示我没有悔改，而且是一个死不悔改的。所以，神即使交托我做这件事啊，同时呢，我也因着这个缘故，多少次有许多人劝我去啊，我自己家里面的哥哥什么也，劝我要想接我到他家里去住啊，不离开银川，离银川一步也不离开，啊，这个一次。待在云桥啊，也不离开监狱单位，啊，也不离开监狱单位，只表做一个做好一个见证，就是，这个，即使还继续站在犯人的地位上面，虽然出了监狱的大门，但在大墙的外边，但是呢。我即使在大墙外边，也要做好一个大墙外边的一个无期犯人。虽然在大墙外边，比如说有一种保外就医的犯人，他也是在大墙外边，但是他不是公民，他是个犯人。那我呢，也是墙外的大墙外边的一个无期犯人啊。这是主要我做好的两件事，简单，但是一定要坚持，啊，要照主所做的做，所说的要我做的做。我如果不肯认真做，那主要给我算账的。主用是一个例子，什么例子呢？就是《列王纪上》13章有一个神人。是这个例子，啊，这个神人神差遣他做一件事情，到北方，就是以色列国的这个伯特利去，啊，对这个金牛犊这个祭坛偶像啊说预言，他去说了，在这个任务。给这个神人这个任务之前，另外神也给他一个限制。什么限制呢？第一，你走哪一条路到伯特利去，啊，从耶路撒冷那边犹太到伯特利去，啊，回来的时候不能走原路回来，一定要绕路，啊，回到南方去。这是一件。还有一件，叫他你到了伯特利，不能吃，不能喝，不能吃饭，也不能喝水。这个事情，这个神人是完全清楚的，他也照样做了。当这个耶罗波安王，就是以色列国的王耶罗波安王，要请他去到王宫里去。好好招待他，请他吃喝的时候，啊，他告诉他：“你
我不能进去啊，因为神已经告诉我不能从原路回去，而且不能吃喝水，不能吃饭，啊，所以他饿着肚子回去，而且来的时候已经走了100多里路，从南方到北方，这个从回去的时候也得走100多里路，当然他是很饿了，是吧？后来有一个老先知，他本来也是个先知，啊，神也用着他，啊，可是他出于爱心，把这个神人劝回来，因为神人也力气也没有了，坐在一棵小树在底下休息，啊，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这老先知骗了他，叫他回去吃饭喝水。啊，不，老先知也是好运，是帮助他啊，能够恢复这个体力啊。但是正在吃饭，他就听了老先知的话，就到老先知家里面又吃饭又喝水。正在吃饭的时候，神就用这个老先知责备那个神人，为什么你不听神的话？神叫你不许吃不许喝，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所以你今天回去，你葬不到你父亲的，你要死啊，而葬不到父亲的坟墓里去。后来去他回去了，回去了，神就派了一头狮子，一个狮子把这个神人咬死了，咬死了，可是没有吃他一口。他这个狮子也不咬那一头他骑的驴，他不咬，驴也不逃，在那里站着，狮子在那里站着，神人这个尸首横在这个路上。后来有许多走过路过的人远远看到，哎呦，奇怪，这样一个狮子站着不走。驴也不逃，站在那里，一个尸首横在路上。这从这件事情，神就警戒我。神所告诉叫他不吃不喝，那是神告诉他的，他知道。老先知来劝他回去吃饭，神不怪老先知。他没有责任，因为神没有告诉他这个事，责任在他自己，因为他明白神的旨意。那今天我也是这样，神要我出来做一个大墙外边的犯人，而且给我这两个具体的限制，就是定期进食的限制和不离开银川一部，不离开监狱单位，这两个限制，那我必须要听，不听别人弟兄姊妹为爱心，要劝我到什么地方别的地方去，或者我哥哥凭着爱心要到接我到他家里去，我不能听，我不能听，我听了，神要给我算账，神不给别人算账，要跟我算账，因为我知道，我明白什么意思。
即使是做针也好，做什么也好，这个这吃苦头也好，都是主不是早就跟我说了吗？要背下一起，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主走的是这条路，我跟主走的一条路，为什么要不高兴呢？为什么要越发厌弃呢？这是我的最大的福气，是吧？这是我最大的这个幸福啊，能够跟主一起走这一条十字架的道路。主耶稣已经说过啊，如果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随我的，就不配做我的门徒，是吧？不能做主的门徒，也不配做主的门徒。那我今天，你跟主走的是一条路，啊，这个，这个坐了监狱了，啊，那不好吗？这个，更是我的一个福气啊，那个福气是存到永远的。我为什么要越埋怨呢？不信的人，既然他们不信主耶稣啊，也就不会体会到，为什么这样做啊？因为是主耶稣告诉我这样做，而且，我不是，实际上我没有吃亏，我还是得到一个最大的福气，是吧？那是主耶稣将来。因着主耶稣钉了十字架，走了这条路，十字架的路，所以神要立他做基督，做王，啊，管理将来的世界，啊，我不但是主自己做王，管理将来的世界，我们跟他也一起做王，一起掌权，所以我们不吃亏，反而得到的是。世界上人所得不到的福气、权柄啊，那我为什么为这个缘故难过、心里不高兴呢？共产主义，啊，哪里来的？没有人告诉他们，那是马列主义告诉他们，啊，马克思告诉他们，啊，这个，他们相信，共产主义必定要，来实现，是吧？必定要实现。但是呢，这个不是神告诉他们，啊，他们自己用人的聪明、人的办法做，啊，他们能实现不实现呢？圣经告诉我们，除了神的话能够实现之外，一个人的话都要废去，不能实现啊，我已经这么多年，已经信了耶稣，而且跟了耶稣，啊，主耶稣也处处地方听我的祷告，啊，与我同在，啊，我没法否认他，而且也看见他，我听照着他的话做，他就引导我，啊，就给我看到没走错，啊，这条路走对了，啊。他的路走对了，我跟着他也跟对了。如果他是假的，是吧？我也不会这样这么傻。高中毕业以后，我有自己的打算，我要考大学，而且我数学、物理是喜欢的功课啊。我要考理科大学，将来做一个科学家。我要考我工科大学，将来做一个工程师。如果不是。主耶稣对我说话啊，感动我啊，不是他，不是我奉献在他面前，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我绝不会走这一条路，是吧？但是这位主耶稣是真的，他自己复活了，升到天上去了，经过了十字架，到了天上去，将来还一天要再来做王，是吧？那我他是真的，所以，啊，我没有吃亏，啊，我也知道，
啊，主这样走了，我也要照样这么走。希望所有不信的人，能够也能够得到这个大福气，永生这个福气是吧？但是我们只有一条路才能够得到，啊，如果不信，拒绝主神差耶稣来拯救我们，我们不要耶稣拯救，我们不信就是拒绝耶稣拯救，那我们没法得救，啊，我们没法得到天国的赏赐，什么都得不到，啊，因为我们是罪人，在神面前，我们没有一个不是罪人，都犯了罪，啊，所应该受到的是地狱的审判，啊，是将来末日的审判，啊，这是我们该得的，啊，所以如果不信耶稣，就没法得到这个。只有信耶稣，啊，我们虽然没有出什么代价，啊，但是真正信耶稣，啊，才能领白白蒙受这个救恩。因为为什么缘故？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担当了罪恶，他没有犯罪，但是我们的罪都归在主耶稣的头上，他替我们担当了。我是主的兵，主为我舍命，十架上打破魔鬼头，胜过了四权柄。我是主的兵，不是自己的人，背起十字架跟随主，只是也要忠心，在地上做天国民，今后主宰领，与主同荣同掌权，永远侍奉神。阿门。